后时间。找美美的大蒜，牛奶买买买，也就不多八盒而已，有股本用。Oh my god！ 打包走人。今天来煮这个鸡肉，已经腌制好了。包起来，放入烤箱200度25分钟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肉嫩嫩。这个是自己腌制的鸡肉，把所有的酱倒入。放进空气烤箱200度30分钟。甜甜好吃。隔一天。包伤口。来开箱这个冰淇淋，这个是小菠萝的，这个是白咖啡的，这个是鹅的，这个是准奶的，这个是带打雷的奶茶，这个是红豆的，这个是芒果的。今天来吃看这个戴达利的冰淇淋，戴达利的味道。我现在来吃这个白咖啡的，白咖啡味道的冰淇淋。来探着它的食物。在里面放入食物，然后圈起来。切好后装盒。对，这个是刚刚买回来的薄片，里面包着一些菜、鸡蛋、鸡肉。来看着它蚝煎，放入水深木薯粉后，加入鸡蛋在上面，再放点盐、胡椒粉、大蒜慢炒，差不多时候加入生蚝，放着小火，装入盒子。这样大力的好。榴莲还可以弄成榴莲棒冰淇淋，这是菠萝蜜冰淇淋。来看榴莲冰淇淋，榴莲冰淇淋。是菠萝蜜冰淇淋，哇！一餐就这样解决。
万能卷包什么都最好吃的。深点酱料，一口一口停不下来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啊，真香！哎呀。